干嘛不理我？还在生气？哇，是我不对，我把你输入系统是职业病。我不喜欢你去找霍永泰。不想让他知道我会在意，我会吃醋。知道你最不喜欢晒太阳，要不要到录音车上我吹一下冷气？不用麻烦，不会麻烦的。你妈也去拿一些厨师烤的肉，我这个好像有点烤焦了。我才不要，我就是要吃这个香肠。阿姨，你找我吗？来看你好不好啊？我好啦，我只是突然想起以前追着霍永泰吃味噌的感觉。你怎么会觉得是你在追着永泰的车尾灯？在我看来，是永泰苦苦的在追着你的车尾灯。我可以一直陪在你身边，做你最坚强的后盾。今天的事情真的很感谢你，但是我已经有了我最坚强的后盾。没事吧？我没事，你呢？你怎么不知道要躲啊？你说过我是你最坚强的后盾，后盾怎么可以躲？说。没事吗？放心，我真的没事。那如果我真的受伤了，你会怎么办？你会怎么安慰我？我安慰你哦。
那，嗯，不行。谢谢你，我最坚强的后盾。今晚的事，很谢谢你，但是以后真的不必了。你真的很不认输哎。OK， 不过那真的是小事。举手之劳，因为对象是你。其实我跟我去美国。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让人开心有更多更简单的方式，你的方式让人太有负担了。你不需要有负担啊，你只要好好享受我给你的一切，就那么简单。但我不要，应该是说我们不要再见面了，没有必要再打扰彼此的生活。你这是在拒绝我吗？我是在祝福你，我祝福你有一个没有我但是更好的未来。他根本就给不了我能给你的东西。要是你认为我们结婚的那几年都一直活在你认为的前提之下，你从来没有站在我的立场或想过我要的到底是什么。你现在想要的东西，王轩宇一件都给不了我。他能做到的事情，你根本自己都做得到。请问这样的男人在你心中到底有什么重要的？你还不懂吗？爱一个人，就是要为他做一堆他自己明明也可以做到的事情。做的时候你会很开心，因为你会期待对方满足的表情。会让你很快乐。飞，你是不是还在气我？当年答应离婚，没有把你挽回。我知道，晚了很多年。但你只要再给我多一点时间，我一定可以试着了解你。我们真的不可能了。其实这段时间我思考了很久，你回头追求我的理由是什么。说穿了，你的理想型就是一个不需要人哄不需要人陪，哭了会自己找安慰，最好有自己的事业，有自己的目标，经济独立，不需要男人跟前跟后，不需要特别照顾的一个女人。是啊，跟这种女人在一起，就是最理想的生活。但是，这种女人，她不需要你，你懂吗？现在的我，不需要你。见了，不用太。现在的你跟他，跟当时的我跟你一样，所以我们之前发生过的任何问题，在未来一定会一一出现在你们身上。不会的，因为我不是你，我会更加的珍惜他，就像他珍惜我一样。